老爸啊，这个蛋仔回来又更新赛季了。哎，我发现这个蛋仔怎么更新赛季这么快的？不快的呀，这次是隔两个月才更新的。什么？隔两个月才更新的？啊，哎，他暑假就一个赛季啊？对。我去，这就是这次的皮肤。这个赛季叫什么来着？圆月哥特。哈哈，这个皮肤感觉不好看。这个是至臻皮肤吗？对。这皮肤好像有点……这个至臻，这个隐藏至臻。小姑娘的。这个感觉，我感觉这个赛季就这个皮肤好看点。呀，这什么皮肤？感觉这个皮肤好看。哇、哦，这个紫皮幽灵猫泥沙，感觉这个好看点，很炫、啊。这个，你看这个带幽灵的，这个也是猫哎。对啊。那还有什么皮肤？这个赛季感觉这个还红。还有然后的话，这个动作是很帅的。哎，怎么出现一只蝙蝠啊？对。那还有什么？哎，绵羊，这不你有吗？这个动作很帅的，然后这个动作我觉得也还行，雨中取。这个挥雨伞啊、哦。还有三个蓝皮，这三个蓝皮就普普。中间那个还可以。这个太丑了。啊，对。这个是绝丑绝丑的。然后，等一下。啊。然后这个赛季就是这个地方还改了。什么地方改了？就是这个地方。这里怎么这个树怎么都没有树叶的呢？现在。对啊。哎。这个里面。然后这个地方全改过了，这个地方。哇，这变成城堡了。对啊。你看，全是城堡哎、哦，花园。那个动作啊什么之类的有什么改变？动作没改变的，每个赛季没有动作。哎，我不是听他们说，好像说什么在城里现在好像不能撞人了，什么东西啊？你试一下。啊、听不懂。就是你撞到，比如说有个角色，你碰到他，你看能不能把他撞开？来。没有。耶，这个人谁的皮肤啊？那谁抽的皮肤啊？什么可以撞人、啊？你到广场去，到广场去。广场不可以撞人的吗？那人呢？你看一下人，活的人，那直接撞一个人，可以撞的呀。耶、yeah, ，能撞。对啊，能撞人的呀，这个。耶、yeah, ，那我听谁说是这个赛季错了吧？改了，好像说不能撞人了呀。那能撞人的。嗯。那其他还有什么改变的地方？这个怎么还可以？哦，这个地方有个那个。其他还有什么改变的地方？其他，哎，嗯，完了，完犊子了，直接给你卡机。这个地方，这个还有个吃这个风圈了，那个地方。哦，然后这里可以穿到哪里呢？哎，我去，水平这么烂吗？算了，不用穿了。我不知道啊。你这水平是真的超级的烂。哎呦，这什么？这变成螺丝钉了，我去。好，没了。哎，我怎么发现这个蛋仔岛上怎么都人都没有呢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啊？我又不知道了。你又知道个啥？啊？什么情况？你这名字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对呀、啊，我去，这什么名字吧？我又、等一下，我又知道了，我不知道了。哎呀呀呀呀呀！你水平太烂了，这样都跑不上去嘛。